我又去医院了，怎么办？哦，他去医院了吗？对。Bro， 你怎么倒下了？就全身痛，全身发软，没力。哇，还挺烫的哎。我的话感冒完全是意料之外，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一次突然就感冒了，然后第二天自己的可能身体状况更加的难受。其实本来挺珍惜跟子宁的这一次舞台合作，但是因为自己身体关系，我觉得有拖累到他。跟五一好不容易合作上的，第一次没合作上，然后第二次真的有了机会，我就觉得这个机会太难得了。但是因为他身体真的很不舒服，很焦灼，真的很焦灼。